讲到说你跟他聊天聊大概是八九个月，然后你就借出去总共150千的钱给他，是你妹妹借过了。然后我希望我再不要麻烦我的家人来那么担心处理我这个事情。讲到说你跟他聊天聊大概是八九个月，然后你就借出去总共150千的钱给他，是你妹妹借过了，就是由你借出去的啦，包括说他用你银行户口的钱那种的，就是你已经借了很多钱给他之后再把银行户口给他用了。对，不要像我这样子真的是相信人国也好念另外也好，不要想这样子，真的是以为很美好的，有一个很好的，以为是真的是可以讲找到一个partner的，其实是蛮难的。